没错，今天来跟大家介绍手机壳到底有什么好介绍的。没错，就是像我们最新的乐感创意十足手机，它可以测验你是不是很真心。说现在我来做个实验，以下我现在想象我的女朋友，别傻了，你没女友白痴，哈哈哈。我把它放在我的胸口中，完完全全是没有起色的。接下来下面是我来想象山上优雅，亮灭叠叠叠叠叠。来，这个手机壳我要把它放入我的胸口。好，有没有山上优雅？对，我对山上优雅的反应是非常的激烈的，好不好？非常非常激烈，就有乐感的效果。那还有什么功能呢？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多元的，例如说，你看我现在的手，它其实非常的，每次的造型都不一样，我的手指纹贴上去，是不是？摊开你的掌心，让我看看。就是有我的指纹造型痕，其实泼墨现在很流行，就是很美式的那种 style， 你怎么压怎么潮，怎么按怎么潮。但是你们要记得，这个东西是热感手机壳，你一定要跟有温度的东西玩。如果你跟一个没血没泪没心没肝没肺的人，是测不出，是弄不出颜色的，好不好？像我那种跟我一样热情的，身上优雅，身上优雅，是不是啊？